你好，莫子。因为我的皮肤下面淋巴位置有些脂肪粒，然后很多年了，然后很多方法都没有去除。那想请问你有什么 insight， 就是怎么去除这些脂肪粒？然后为什么常常我会感觉到太阳轮的位置有点压住，然后让我的心情很差？这也是想要问的。然后另外就是想要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议，让我可以生活顺利的同时能够登出。谢谢。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的太阳轮有堵塞的这种情形，就是因为你的自信不够，你对自我的存在感会有一点薄弱。那这种自信不够的情况下，会造成你的免疫系统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会造成你的外在也好，你的身体表面也好，会有一些状况发生。它是来自于你的免疫系统不好啊，来自于你对自己信心的不够啊，这些所造成的。那这就会反映在太阳轮上面。太阳轮是我们自我中心的一个脉轮，所以当你太阳轮的能量是堵塞的，那或者是不够的，你太阳轮也会不舒服，然后你也会反映在身体上面。给你的建议就是，你是这个宇宙中唯一的主角，其实你不需要去担心别人怎么看待你，因为你的存在就是你的世界里面最有光芒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你存在着就是最好最棒的一件事情了。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因为你才是那个主角，你才是那个主宰。你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观念，然后增强你自己的信心。你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渺小的个体，你就是你世界里面的全部。你不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渺小的个体，你就是你世界里面的全部。这个你要明白，你要坚信，因为你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你显化出来的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本身，而不是你之外有一个世界。如果你可以建立到你就是你世界里面的全部这种观念的话，你对自己的信心就会非常非常的饱满，你的太阳轮的能量就会非常的澎湃，而且疏通畅通，你身体的这些问题也会迎刃而解，就是这样子。